以前我只是个普通的实况主，自从我玩了《御剑神州》之后，看来这个世界需要我的帮忙了。以前我只是个普通的实况主，自从我玩了《御剑神州》之后，我变成了最爱行侠仗义的大理寺。哪里跑？喂，站住！可恶，我好歹也是百米国小比赛的全校季军哎，难道他就是赢了我的那位亚军？好像有点面熟，我记得好像叫阿豪吧。阿豪。你刚叫我什么？真的是你，阿豪。是我。好久不见，你最近好吗？不好，所以我才来抢劫啊！你快一点把包包还给人家，不要再不务正业了。要包包是吧？好啊。以前我只是个普通的实况主，自从我玩了《御剑神州》之后，我还变成了擅长治愈的玄女。这太谢谢你了！不谢，要谢就去谢《御剑神州》大理寺跟玄女吧！大家赶快去体验自由转职、随心所欲的快感吧！我要继续去行侠仗义、拯救世人啦！拜！《御剑神州》拥有多达8种门派职业选择，每一种都相当具有特色哦。那要体验8种职业，不就要花很多时间吗 ？No， 内建系统拥有1秒转职功能，轻轻松松体验